兄弟没事，我等一下别怕，我还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在外面吗？老师，上来，上来。OK。没事没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我知道，我子弹那个。哎，队友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装一下子弹。外面还有一个，我扔地上了啊！八倍，我扔地上。哎呀！嘿嘿嘿嘿嘿嘿！游戏开始。哟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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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来了。没事，不用怕啊！啊，他给我放了个烟雾弹，啊，问题不大。兄弟，我先溜了。我打，我打。哦哦哦。哦。怎么？哎，怎么救啊？我操！哎，怎么救啊？哎，怎么救啊？我说怎么救队友啊？他在收包。哎，不是，欲言又止。刚才那不是我队友吗？我这波有闪，非常的凶。千里之外可以取敌将首级，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千里之外去杀这个脆皮伊泽瑞尔。只操作要的是1秒8箭啊，难度可能比较高。刚才那套击杀大家可能没看清楚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发生了什么？那套呢叫做马氏皮球杀，啊，你会发现敌方呢会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这种感觉啊，马氏皮球杀，天降神龙。跑得快！跑得快！还追！妈，移速700多，他还追。1997年，我学会了开汽车，上坡下坡压死了1000多，警察来抓我，我跑到女厕所。女厕所的灯没有开，一脚掉到茅屎坑和粑粑交朋友。来教大家360度旋转啊，摩托车360度旋转，走。这个毒里面杀人有点不太好。我这把可不能死了呀！哎，炸弹！快点啊！都等得我花都谢了！炸弹！没意义啊，兄弟，4K实炸，炸的你真的没话说，翻皮水！哎，实炸的，250万豆子送出来！炸弹！不要！我就2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哎，不谈了，小王，这个东西，把你的250万交出来就算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一点都不慌的。你觉得我打得过他吗？
我问你，你觉得我打得过吗？你肯定觉得我打不过。对不起，他死了，只是小兵有点多。我看一下情况，他在看中路，我的破败好了。等一下，三二一，注意看我的细节。抓不到，抓我是抓不到的。呀，难受啊！问题不大，坐下去，等一下再进去。反击风暴马上好。啊，水位 ，Q A W E 技能一开，水水全部晕住，巨蟹毒蛇，差就那个差一点。队友不好意思，嘿嘿嘿嘿嘿，不好意思，很烦，我来。哎，吸铁石睡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熟练度很高，像这种就属于什么好的苗子，可惜了，哎，可惜了。你还想把我杀了，你是有多皮啊。回家，行，我们回家买一套装备啊！我把我这个一组野怪全部吃掉，别碰我，碰我翻脸啊！不敢碰，这个人多头多铁啊。哦，前仆后继。哦哦，你今天能把我锤死，那我就得杀谁。怎么死不了啊，这个人一个轮胎大地震颤，一个轮胎我大招没好，我也不会上的啊！我要看好每个人的位置，轮胎 OK， 我的大招马上好，马上好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屌丝也有权利追逐梦想。来了，哦，这个就没脾气了，我靠，很难。这个人，哎，不会吧？你哇，你本事大啊！你本事大，你本事大，你本事，你本事，你本事，哟哟！你这他本事，你本事大，你别说，你穿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回去出个复活甲吧，还挺重要的。哎，不来人吗？那我只能……我被禁住了。哎，你们这在干什么呢？哎，都在干什么呢？把你们养得这么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？哦，前面有辆轿车，我们换一辆车。哎，别啊！哇，爆头给杀！哇，不谈？空中飞人之爆头给杀！哇，钱！我们不用，先不用看弹幕，因为弹幕比较多，会比较扰乱你的心神。我们先交流一下。嗯嗯，你觉得我游戏打怎么样？实话实说，我比较喜欢诚实的人。low 的一批。啊，好，行，好，那个，那你觉得我长得帅不帅？
啊？你觉得我长得帅不帅？实话实说，我比较喜欢诚实的人。帅，帅。好，行，可以。你不要这么严肃的说嘛，我感觉就是有一种爸妈的家长会点评会的感觉，我就很那个啥，你笑一下看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点信号让我队友上，我这边偷袭一个就跑，应该是可以做到，但塔没了就算了，先确定自己没有被发现，偷他一个小脆皮应该是问题不大，他们人已经，哎，我为什么出来了？这么捞的吗？啊？哎？老板，有没有茅台？